我没有看过这么大件外套，然后是这么轻的，它甚至比一件毛衣的磅数还要轻，它有点驼色，不会这么重，它只是一个造型用，粘的口袋在这边，其他帮你们做了很多很小的裁切造型，有没有看到它的裁剪都是做这种不修边很特别的这种拼接？好，然后一样是宽松舒适的骑士领，这件呢、小个儿高个儿都可以穿，我觉得它又可以盖屁股，也是很符合大家需求，这块布料有微微的弹性，然后它也不会掉毛，因为呢里面帮你做了一个丝滑的内里，外套是算毛呢的材质，但是它是那种软毛呢，所以你看到整件外套它是可以这样扭的。可是呢，我不这样扭的时候，你会觉得，哎，它很挺啊。没错，这就是它厉害的地方了。灰色我觉得就是比较基本色，我觉得戴灰色也蛮有质的，完全就是跟刚刚那种气质度啊、显亮度啊，我觉得完全不同。袖子的话，比较高的粉丝你可以放下来，像我自己本人是比较喜欢利落，然后这边也可以开跟关，你可以自己做决定。它是有点微花灰，它是什么材质？软料的，有点像毛呢毯子的料子，所以能够保暖，穿起来又轻盈，质感度又很赞。